我把芽儿啊，凿出来了，凿出来之后呢，这个水儿呢，我拉了一部分，拉了一部分呢，那浇了浇，这是嘛呢？这是适合近身的料，这种料就是他们讲，这是适合近身的，这是两个上头，这个呢是两个前腿子，这个是两个后腿子，这个后腿子呢。这种活后是直的，边是麻玩，后是直的。再把这个做完之后呢，就是嘛意思呢？这个中国这个木匠他就这样，他是嘛呢？一个人的一个做法，因为这种东西是归传统的东西。你看了吧？我把这些的水都砍完了，剔出来，我唯独啊就剩了这一块，剩了这块呢，你看这块料痕不算太好，因为是这个料这个面在下头，这个要一堵啊，嘛也看不见。这个料是在下头了，这是一个蛤蟆尖，因为啊，咱拍视频，鸡鸡啊都拉水啊，对吧？哪个鸡刚才我还招了几个眼儿，鸡鸡都招眼儿，因为这种视频呢，你说你做的一个要好几天，你要好几天的话呢，你想想，你说要拍好几天，那个视频就没法传了，所以说呢，我大概鸡都做完了，我剩了一颗，咱这一颗料是从开水一直到搅和。就是把这个料折腾烧了，木能说折腾烧了就是等于就能写活了，咱就折腾这一颗料，叫大伙看着怎么折腾，这颗料折腾跟这个料折腾都是一个办法，全是一样，出来拉就着，再把这眼开出来，或者把这蛤蟆尖剔出来，剔完之后咱醒一个头，大伙怎么看完了之后呢，我再做这个伞头的板和背板，试弄完之后呢，咱再拍，现在呢咱拉的水，这个水呢，说真的啊，要按正理是应该怎么拉的？应该这个东西是架拉，对吧？应该架拉。你看呢，底下呢，垫块木头，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应该是架拉的，啊。但是呢，尤其我说嘛呢，我这样拉呀是肯定没问题，但是现在啊，眼神啊。够不上，那就够不上了。你眼神现在啊，它架着离子，戴眼镜离得太远，所以说呢，我也看不见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活呢，我就这样拉。如果你要是新手学了活，好像最好别架了，别跟我再弄开钳子，这个是不轨道。那叫不轨道，木匠你没有用开钳子的，这是个精工的东西。咱先说的意思是嘛呢？应该那么拉，我这么拉。这么样拉呢，你看呢，我眼呢离这个线特别近，要年轻时候就这线，现在这线我还拿铅笔过了过，你把这个放大了，你看看根本就看不见线，所以说它挺费劲的。咱现在开始咱这样拉水，这样把水拉完之后，咱得慢慢好不好？咱现在开始拉头一句。这个东西哈，我感觉呢是都是这样拉的，我这个锯啊是个表条的锯，这个锯啊应该相当快的，就是头一句，这种榆木老硬老硬的，杠杠的这种木头。你要是拉多了，你那费老劲了。这问题是嘛呢？
一个就完了，这头还拉出来吗？哎，要不拉出来，拉出来一块儿，反正主要是到时候到爸手里得干着呢，这个东西。这样拉呀，你看啊，这眼呢离着这木头也就一尺多高，但我眼呢没看见，要不看不见还是费劲了。一下尺也能拉破，大哥。那鞋子，都是这样拉出来的。实际上要是如果，稳稳当当的，拉结实，它也就那么高。这就叫拉完了。水开过来之后呢，他把房子捞了啊。我再说说这工具。你看这个锯嘛，它是长的，是适合开水的。等到捞房的时候呢，看到吗？要如果捞这个前面小尖，你看到吗？都是这种小条的，这小齿你直接放大了，不点儿一点儿。这种齿儿啊，拉出来的活特别细。那如果你拿那个齿儿啊，你就没法拉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东西就这样的。再把这膀子烙了。这个膀子烙出来，不能说跟镜子样似的吧？这膀子烙出来，你看啊，这是两锯，看到吗？再把这个横头烙了，啊，这个东西尽量别伤了水，算了，一会儿再解决。这样啊，尽量别伤了水。如果你要伤了水啊，这不你像吗？你头儿的。再把这个，再给它拉来。线呢，画的时候是一个画法，拉的时候它又不一样了。还一道，对吧？把这道拉了。因为嘛，水不大，尽量别伤了水儿。
你看了吗？这个就说基本，咱不能说完活，离完活远的活了。下一个呢，就是提肩。这里头这个肩啊，给它踢出去了。踢这个肩这个东西啊。尽量啊，别生碰这个皮子，啊，这样打出来的一下子它就撅折了，就可以走了。你看这下，是吧？这个呢，就叫完活了。你看你呢，希望你找大点看。这就是从头到尾，因为我拍视频呢，咱也不经过什么剪的接呀，咱就做的嘛样。咱就马上上，是吧？因为啊，你要是一个水一个水那么拍，说句实话，这个视频真没法，因为我拍了就到现在，拍了149集了吧？你再照照，看看。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水哈，这个一会儿呢，咱提个肩，因为这个东西哈，如果你这个看到是扎在这里头的，你扎在这里头，你不提这肩，它是写不进去的，所以说咱提这肩，提这肩呢，再看一下啊，你看这个肩嘛，我刚才啊，是拿这个锯烙的吧。如果要是拉尖，看到吗？这个小劲儿就那么大。这个网子要必须要烙严，尽量的一下也不用煞，也不用修。那个活做出来，它又省事儿又好。你看这小劲儿吗？也是那么点小刺儿。咱把这个拉开，先拉出八字来。这个东西一定要准。如果你拉不准，这活写完就你就麻烦了。这个眼神啊，不行啊，这个东西是干不了了，就连影子啊都不行，有点影子都看不见。对，这样拉了，拉完之后呢，你把这尖给它踢出去。这个尖下残了、啊。必须是从这口才下一铲，是吧？因为你拉这印儿，我看给这边下一铲，完了之后给这边拉铲，顺着印儿给它打进去。头一下不要打太深，你打太深了，它这东西这种老榆木，它老粘了，粘呢、啊，它这个皮子，留神，这个东西抢的时候，必须得在一个手，要他妈这个东西，是啊，它比机器肯定不那么危险，但是这铲也老快了，你要看看啊，这就是这个尖踢出来了，看到吗？踢出来这个尖，咱刚才拉这个，不管找哪个头吧，把它卸在这里头。这个水儿，这个太高了，
行，那来酒店试试吧。啊，这个水啊，还尽量不能歇它，你歇它呀，把这水啊就扎出了。你扎出了呢，它看不见在底下。看啊，这个呢，大家看看啊，现在还差一点儿，还差一点儿呢，因为这个东西一个人写的宽，我看我搁在这号，尽量能搁在坯子上，坯子上等一下把那个，把它放大点看看，哎，对，看啊，也我老怕底那水它出毛，你知道，因为这个东西底得垫着。你拿摄像机照着吧，你看那个水几乎来说好像不能说一点负没有吧，反正八九分负是肯定没问题啊。你看后头，你看这个活啊，就这样显着的一颗你也不想扒下来，你要说扒下来你连想都别想，这个东西这就是鱼缸架子的底头，这上面是面，所以说你看了吧，这个刺的力量点配料这个东西也不能说说有些，你看吧，全在下头了，这会儿过来拆上口，把这板上一打，你看就这活，这活我要是拿斧子追一下，应该一点活都没有，因为这个活啊，我看看，我找回羊木头啊。任意的拿一个哪个锁，你不能差不多了啊，这个锁做出来啊，不管能说严还必须得好，你看咱拿我的吃，你看也必须的，看你先拿就拿这个杯子吃吃转一下，所以说你这个要不放这种东西啊，几乎不用放，你看了吗，它这都是全是烟的，你这个八字烟了，它自然这脚就是胖的。咱就别慢玩了，别一个一个的都给它歇了。这个活我是从来没搞过的，哈。对，活呢，你看，纹丝没动的东西，所以说呢，你这个提完了，你要把这些一个一个的。要不咱来提一个，这个提一个呢，咱这样，为了大伙儿要看清楚点了，咱这样，咱把脸扭这么去，哎，这就滑动了，对吧？咱再提一个，提一个呢，看了吗？就是这种小锯儿，不是这种东西，这个膀子，我画的线呢，你看什么呢？有时候画的不正，画的有时候它有点。有点不舒服，不舒服不要紧，你画不舒服不要紧，你要拉必须，你比如你看这线了吗，它有点靠离，你把这个锯啊它上外拉一点，画的线是一个辅助你的，是吧，对，这样拉完了还是当年就万达当造就，还是那个一样，知道吧？这活把它再踢出去，所以说所有的这活啊，它都是加的皮儿，哎呦，加还不得抢，还得回来，反正就是那么个活吧。意思，我把它抢完了，也就这个做了，就把它抢完了。你不是照完你的抢的事儿吗？对吧？现在因为你提这东西是有限的，之前我勒了个线是在上面刚说完了。
拿的铲子前面必须没有手，你要前面有手你就得留点神了，因为什么呢，这人有手啊，轿子有根，你要是有时候干活干累了他这个手啊就没根了，一没根刷一下就碰碰了那就了不得了，所以说新手干活你再没做多的活再把手脏了那一些就不合适了，看了这就是这活，这活呢就是打对儿啊，这准是个方子，所以说呢我就别都给踢了，我瞅一眼瞅一眼之后把这弄完之后我打槽，打完槽之后拆口，拆口之后弄背板，再回来之后把伞头先卸了，卸完伞头呢咱得做下一步好不好，活呢叫着都得这意思，这个呢你看这角嘛是个实角，这角是一个口，因为它有一个缩眼，到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个腰，这是一个后面，这后面是直的，前面八字就够去了，因为它在墙边看不见的，这多长时间啊，你看一下，对，转一圈，你转一圈啊，你转一圈看看那种豹子滴得过来，那些水儿啊，我这个你看那些水嘛，都是我做那个样子，这些那些个东西，那是我做的锯，看，现在就有点出汗了。